宋盛。水陆盛会圆满后，开始奉送各席归于本位。这是水陆法会最后一堂佛事。大众以声声佛号为引导，恭送上堂诸佛菩萨、罗汉仙道、诸天神等圣驾云乘，并祈请众圣常起大悲，不为本事，敬未来际普弘圣道，化度有情。并奉送人道、修罗、畜生、恶鬼、地狱诸道，以及斋家正见亡灵，悉皆往生净土，将上堂十席及消灾牌位，下堂十四席及超荐牌位，以烧化仪式作为水陆空大法会的圆满。四圣齐登云路，六凡往生净土，大众皆法喜充满，身心自在。水陆空大法会慈悲普度的愿力，让我们常存感恩、忏悔和慈悲心，我们常能回归清净的菩提道中，将慈悲喜舍的精神于日常生活中传递给一切众生。普愿一切众生皆共圆成佛道。